哎呀，这些都土窑，进去。 我叫付宇强，是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今天我实名举报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法官李佳、周宇轩，庭长丁一，主管院长尚新明，院长蔡天夫，认定案件事实不以证据为根据，违法采信非法证据，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的违法行为。李佳、周宇轩，你们在刑事判决书上认定我标注挂牌案件的行为，导致办案单位误将普通线索作为督办案件处理，你们认定事实有根据吗？本案中办案单位只有哈尔滨市道外教育整顿办和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他们的调查结果都是普通线索核查报告，并且上报市教育整顿办，该线索调查完毕，没有任何单位将普通线索作为督办案件处理，你们为什么歪曲事实，强行认定普通报告就是督办案件处理？本案中哈尔滨市纪委监委已经对我违法违纪立案，在庭审中我已提交了该证据，并且在庭审中已经说明纪委监委对我定性没有结果，请法庭调查核实，你们对纪委立案的事实不核实不审查，在判决书上只字不提，并且在纪委监委定性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做出了有罪判决，李佳、周宇轩，你们违背事实和法律，违法使用审判权，你们的内心是否受到谴责？请问丁一庭长，你对此案是否依法进行了审查？请问主管院长尚新明、院长蔡天夫，你们是否尽到了领导的责任，对此案进行了监管？你们对此案不闻不问，明知此案没有造成后果，明知此案纪委监委没有定性结果，错误地同意了违法的判决，你们的行为辜负了党和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利，丧失了执法公信力，导致了冤假错案，造成了社会舆论，请你们反思，请你们重新复查此案，启动错案追究，如果你们不作为，我将依法行使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向有关部门有关领导依法提出检举控告，一直维权到此案能够公平公正的解决，恳请边学文书记、党管所院长郑国志书记、陈喜平院长复查此案，也恳请广大网友对此案关注监督，我将继续曝光此案进展情况，谢谢大家，谢谢网友。巴音布鲁克啊，这跟树都是假的，塑料的，树都是假的。在网上买的假排骨，现在人真的不敢相信了，这骨头一拉就掉了。第一次碰到这个，这什么排骨？哎呀，这现在人东西太假了，都不敢相信了。你看东西太假了，这就是排骨嘛，这，哎呀，这东西都不敢吃了，看，全都自贡差的，看。
查他的查证件，查了几百次，拿到拿把钱，好吓人，打住。近期大陆疫情持续蔓延，中共当局长期隐瞒疫情，但大陆各地地方当局近来频繁举行不明肺炎防控演练，民众担心疫情扩大的同时，不少网友质疑各地当局借机敛钱。8月14日，网传一份河南郑州将花费近40万进行不明肺炎聚集性疫情防控应急演练的消息，根据项目成交结果公示内容，中标单位为河南展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交金额为 37.5 万元。根据网络公开报道，自6月份开始，中国多地陆续举行类似的应急演练，包括陕西宝鸡、甘肃张掖、北京石景山区、浙江丽水、四川自贡、湖南长沙、岳阳、云南等地，都先后举行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疫情处置应急演练。8月13日，陕西宝鸡、甘肃张掖进行不明肺炎应急演练。中国张掖网报道称，为提升卫生应急处置能力，科学高效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近日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组织开展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防控桌面推演，市县区疾控中心50余人参与演练。8月7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浙江丽水爆出举行类似演练。7月12日，云南省宣称完成应急演练。网友诺亚的世代说，仿佛一夜之间遍地开展了不明原因肺炎的演练，又仿佛是一夜之间昨日再现。新冠疫情一直在大陆蔓延，频频出现倒地猝死的情况，但中共长期隐瞒真实情况，不允许医院对感染的民众进行核酸检测。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